对，你乐色拿出来。不要用冰淇淋机了，小燕，你确定？你我没事干嘛？小燕做冰淇淋机，你垃圾还没给人家拿出来，膜还没撕掉，爆开。我觉得冰淇淋机一定会被他搞坏。没错没错。小燕，说说你的感想。感言。你的感言是什么，小燕？好吃吗？赞。